召唤宠物卡投桃的正确方式。首先我们看一下投桃，这里需要五星，所以我们需要场上有五颗星的费用，那这里刚刚好加起来有五星。那要使用宠物卡之前，首先第一步骤要告诉别人你要出的牌，我要出天竺鼠投桃，然后支付场上的费用，将场上的费用放到退场区，退场区是这个地方，在牌库的正上方。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将投桃卡片打出来了。嘿，召唤投桃。好了，你的宠物卡召唤成功了。